对吧？我们易如呢，就是很棒的创作歌手，又会弹吉他，又会写歌，又会唱歌，而且又长得高。长得高有一种你知道，就是隐忧啊。为什么？因为我刚刚在台下扭到脚。哎呀，难怪我觉得我都不会扭到脚。那是这样子，对不对？哎呀，我刚玩过这个，超好玩。你玩这个玩什么？就是我刚刚上台，然后我就哎呀，然后他们就哎呀。你知道，其实易如呢，看到易如，就会想到很多的成语，因为你来我们这里表演啊，就是对，没错。但我其实不是要说那个，你是要说？我是要说，你来这里是我们三生有幸，然后你让我们这个团蓬荜生辉。那要让别人感到三生有幸跟蓬荜生辉，对你来说易如反掌。哦。有没有？我心也是揪了一下。你心有扑通扑通的狂跳吗？有，有扑通吗？我的心扑通扑通的狂跳。上礼拜才是，就你知道有一种错场的感觉。没有啦，他们是五月天派来的。哦，是五月天派来的，是五月天五位大哥分给我们的啦。哦，是这样子。可是台下的这些小黄旗怎么回事？这应该不是五月天的啊。哦，对啊，对啊，对啊，这应该不是五月天的。五月天没有小黄旗。谢谢大家，大家都是那个正黄旗的那个正黄贵族。上马，皇上起驾了。皇上起驾，听起来好像要起飞。那就可以唱飞人这样子。我不要忘怀火。这前面要铺陈太久，我们直接进副歌好了。飞呀飞，飞呀飞，飞呀飞，飞呀飞。很闹哎、欸，哦，对啊，你是要来唱歌的吗？我是要来唱歌的，但是我觉得其实就这样继续下去，我觉得也蛮好的这个状况。哦，真的、哦？真的啊，真的。没有，我跟你说，我们会被杀死。会被杀死？为什么？会被杀死？因为敏强哥的脸色很不对、哦，很凝重，是不是？对对对，因为我们都玩我们的，都没有 cue 他。哦，没有，干嘛？不要理我，没关系。他已经被欺负习惯了，是这个意思？没有，他才没有被欺负。他没有被欺负，他都欺负我们三个，好吧？说的也是。你问佑顺，他最知道了。打传说的时候都关在传说外面，继续讲。好，那我们就谢谢易如带来精彩的演出喽、欸。唱完了吗？哦，还没唱是不是？拖着我的脚下去了。还没唱。哎、欸，等一下，刚刚说那个被关在传说外面是什么八卦？哦，你刚没听到、哦。还是先唱歌好了，是不是？都可以啊。我快速说。就是呢，有一天佑顺感冒了，然后佑顺感冒的时候，我们因为怕感冒，所以练团的时候就把他隔离在外面。厉害厉害，佑顺，很快的讲完。就不好意思了，我也是会赞成这个方案的。没有，我跟你们说，你们今天回去如果感冒了，就是他害。好。哦。等一下，这个射程有点远吧？我不管，反正就是他。再来这首歌是易如写的，这首歌叫《九世恋人》。
情的轻松，能有你伴白走过，是那一刻不再遗憾，怀念成长伤悲全都重来过。我的就是恋人，你何时才来问候，你会在琴声哭我在坚持追求，朝阳还是相逢，能不能为我背影微笑，背着你的背影再擦肩而过，背着你的背影再擦肩而过，我们追着当我们擦肩。